부부야, 부부야, 이젠 早上 精神很好哦, 因为今天天气变好了，对不对呀？ 对不对呀？ 今天的天气变好了呀， 水心情也好了呀， 对不对？ 一早起来就吃你的， 吃你的报纸， 是吧？ 是吗？ 哈哈。 好久没有练啪啪，最近在练坐坐，比较少练啪啪，对不对？练啪啪，还是要练啪啪，因为你练完啪啪，你才知道你要怎么用力才会坐起来，才会翻身。你爱怎样被安娜扎打，对不对？ 激动啊，激动啊！你在激动什么？嗯，我在打嗝哈，在打嗝哦。啊，打嗝啊！哎呦，打嗝啊！哎呦，打嗝哦，打嗝哦，哦。你的书真的都是你的脆暖喽。 你的地垫也都是你的脆暖喽，全部都是你的脆暖喽，最暖擦擦地，擦擦地，嗯，怎么办？你都修暖完了还是擦擦地？怎么办？看来修暖仪式不够修的修不完哦。 不够猛，修不完。嗯，应该要给你脖子上套一整圈的甜甜圈。呵呵呵呵呵，干嘛？嗯，好了好了，赶紧大打大打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喽，我们下集影片见喽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